魔后有令，这个女人不能再踏入这里半步。 就你们几个小喽啰，还要拦我？燕月，你们是吗？你为什么要替他挡？ 既然这样，那我亲自前往魔界一趟，再做定夺。这太危险了。二位放心，颜月是我兄弟，他绝非嗜杀之人。何况此事关系到三界未来，我既带天地之职，亲自走一趟，也是分内之事。